你们太酷了，真佩服你们的勇气和毅力。你们在大风大浪之中搏斗，我好担心啊。教练说你们有心理，有判断力，有能力面对挑战。你们存在的是汕头大学有志有习有行有为的改革征程，我为你们祝福。汕头大学以你们为荣，终点在望啊，继续加油啊，祝你们打破世界纪录，我在香港等着你们平安回家，拜拜。包括我们的团队，然后我们到的时候还播放了《大学问》这首歌，非常的激动。是的，相信汕大跟你都希望你们能为我们感到骄傲，很感谢你们的一直以来的支持。对，然后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们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完成，就实现我们的梦想。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真的学到了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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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相信这些改变会对我们以后的人生会一辈子的影响。对，然后我们还破了最快的女子乘坐大西洋的记录，对，然后我们感到非常的骄傲，也希望你们为我们感到骄傲。然后我们接下来在这休息几天之后，就去香港去见你了。香港见，香港见，香港的我们。好嘞。公公叉叉的同学啊，你好，我是李嘉诚。你们马上到终点了，又快，非常快就到终点了，是不是啊？是的，是的，我们还有大概699公里，很兴奋啊！大家等着你，欢迎你们回家。好的。我为你，我们会努力努力。啊，大家都为你们祝福啊！要加油，但不要忘记注意安全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我们会注意安全。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，因为你就快到终点了，不得了啊！这个决策啊，为你们非常兴奋高兴，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！最后这个冲线啊，尽量加油，但是也要安全啊！为你们自豪，我们为你自豪啊！谢谢了啊，再见啊！谢谢李先生，谢谢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。